学弟学妹早上好，请往这边走。非常好。学弟学妹早上好，请往这边走。 其实重要的不是别人说什么样的高中好，而是什么样的高中更加适合。没错，就像在深圳中学有四个不一样的学术体系，学术氛围非常的自由。对，然后再比如说课外活动，有学生活动中心举办一些交流会，然后还有我们学院，然后呢还有100多个注册社团。高中三年这么短，你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？ 道士和尚所说的什么金玉良缘，我偏信木石前盟。It sort of precipitat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. The things that were necessary for not bad, all right. A little bit more study time there. 做好准备。
学弟学妹早上好，请往这边走。是啊，但是你们要想的是，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，你们做了怎样的选择，就会有怎样不同的生活。是啊，毕竟高中三年这么短，你们有没有想好要过怎样的生活呢？